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 Wing Cloud，欢迎大家收睇《Might and Magic Clash of Hero Part X》啊，系咯，系 Part 冇记错啦。系啦，咁就上次打完呢个阿里巴巴，用咗好鬼多时间啊，咁去打翻啲支线任务啦，都系白呢条友，内白孩子挑你机，即刻挑你机，咁啊唔理你讲乜嘢，即刻挑你机。Begin battle，yes。八呢三系四呢兵，一只三呢似系分啊！今次好很多装备，唔系好很多呢个经验啦，一定挑得赢你嘅。好，对面行先都系，点一次都系人哋行先，好唔抵啊！成，今次高血过嚟，上次过嚟有啲低血过嚟。好啦，我回合。咁我见到可以烧呢、這个，烧呢、這个，烧呢、這个。冇啦，咁啊可以搬嘢，可以快攻练手啦，即刻。入草龙，哇！第一个听草毒龙好，第一个听草毒龙，我自己觉得自己好犀利咯。咁就红可以摆墙，或者再摆个link 呢个精灵。好，对面回合，咁啊加强攻击力可以。同埋对面把蓝色兵仔，因为三色都系用同一种兵仔啊，矛兵。我回合，攻击手首先打咗先啦。咁啊，防一防，我可以放墙防一防，佢又得，点都得。咁我防一防埲墙先。之后攻击手，我都之后可以打，我再放走啊，放走呢、這个，放红放呢度，攻击手放呢度，两条线得唔得啊？两条线，我都试一试先，可唔可以一路起墙一路起兵咧？咁会计边个先咧？趁而家未 significant boss battle 嘅时候咧，未咁重要嘅打大佬嘅时候咧，我试下砌呢啲 L 字型先。好，咁而家大家睇清个情况啊，呢个可以攻击阵式，呢个防御阵式会砌边个先呢？咁样好噃，精灵打先，嘣，扣十滴，来吧，系两个都会砌噶，系啦，咁啊，叫人14个叫人，啊，呢个系绿色嘅树，好啦，咁精灵，咁多精灵，红可以打红，咁就精灵都得。弓箭都得，但系点样之后点样搞啦？可以咁，我哋黄色有一打，好多蓝色，fill 咗个蓝色，好强攻，而家12攻，我回合，弓箭手打崩，伤三滴，变长，自己变咗长，4个 move 开始俾我。咪开始俾4个 move 咁啊，咁我走啦，攻住手啦，咁啊，咁学我一阵间个毒龙一攻击都应该杀到佢噶啦，57攻去5防，就除非叫人就很多，又摆到墙又成啊，保险嚟讲咧，我就都把弓箭手喺度，把弓箭手精灵喺嗰度，准备起精灵呢、這个绿色树。好，对面会有人打先啦，14攻，加爆两埲墙，咁啊，栋墙翻合成翻埲一埲，史提芬叫咗，哇，成排人咯，不过毒液应该毒得死晒，就算杀唔死，全部都毒液毒死。好，我回合。咁啊，黄龙，黄色毒龙，嘣 ，bang， 扣53滴，好啦，咁啊，胜利446经验值，收啲嘢爆咧，都系嗰堆。咁啊，龙有冇得升咧？我最紧要就系呢条争咁远噶，
我唔理啦，好嘛 ？Next， 咁啊，之前有冇都要俾我打晒啦？除咗呢、這个呢呢、這个树人同埋独角兽，咁我哋翻去攞奖赏啦，就可以。好啦，攞我嘅钱，哎，呢个系你嘅奖赏，四个矿石，四个水晶。我而家发现矿石同水晶系十分重要，所以你唔俾钱我都紧要，都 OK。任务任务接，全部任务都接晒，完咗啊，完咗，咁可以打其他支线，譬如独角兽支线同埋呢个树人支线。咁啊，系咯，系咯。咁啊，打树人先，打独角兽先，呢个都好问题。先买棵树先啦，再都好。树很强啊，防御又高、啊，攻击又唔低、啊。不过坐五个车系比较耐，不过攞嚟防御都抵啦，系咪先？咁啊，挑你棵树啦，可以。我而家自己都买咗树，我用树嚟挑你棵树。咁佢之后话想测试我力量啫，佢就话咁啊嚟啦。呢个挑战我 accept。五叻，依得五叻咋？可能之前我应该好耐之前已经打死佢，咁啊可能之前我唔识玩，哎系啊，佢系冇生命值，就一定要打爆呢棵树，系就系咁啦。咁啊我先，咁我哋做乜嘢？弓箭手唔得，冇拎，喂冇清名我根本冇清，开始冇清，输一半先，不过唔紧要，事在人为啫，咁啊就。整一部墙添，啊系上次佢咁样两波，其中一棵树生还打死我，应该就系弓箭手精灵，避免回合有燥气，其实冇得叫人嘅佢，得两棵树咁嘅啫，我回合弓箭手嘣，咁啊精灵。红啊，几长啊，咁就起多埲墙咯，再起多埲墙，咁今次应该防到佢咯，但系又唔知之后会点啊？你呢条牌都冇用喎，打唔到棵树，就三个枪打得，咁啊，全部都系蓝龙，啲红唔知去晒边度啊！继续起墙，咁啊龙要走一走啦，龙走去中间避难先。咁啊冇敌人阵地就好难搞嘅，对面又会打我，要 target 佢，咁啊龙储唔够气啦，一定，所以就吞喺后面等好过啦。好啦，咁啊，嘣，34，叫11个人。哇，黄龙，你蓝色出得太似啦。色咁啊，可以再起多埲墙，来吧。诶，呢个拎咗，咁啊烧呢个蓝色连岛精灵去呢度，冇喎，真系冇得点搞。咁啊，仲有一个厅打得。咦，弓箭手射咗都冇用，就当俾呢个回合数我啦，真系射咗空气白，冇事发生。真系可怜，咁啊一个枪打得，咁就冇得喐喎，喂，叫人啦，叫人啦，精灵打得都冇用，咁啊砌红啦又，好对面嘅回合，咁啊两棵树都打得好恐怖地，咦65攻。Rock,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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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l,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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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诶，结果又变翻棵树啦，咁啊十几滴血，咁啊冇得再打。咁我死咗只龙啦，又可怜地。咁我叫14个人啦，咁我就摆定只龙喺度先。
要人。哎，有蓝色棵树，蓝色条龙，点解全部都同一颜色噶出晒？咁我杀咗啲精灵佢，砌个弓箭手过去。咁对面一攻击咗又冇得打啦。咦，唔系仲有老树盘根咁得意？系唔理，射死一棵先。Arrow Storm， 射死棵高血啲嘅先啦。咁啊，蓝色呢个一阵间先搞，估唔到喺第二度，翻翻嚟先。我应该射呢棵，再用弓箭手射嗰棵，唔紧要咯。咁我就烧烧烧烧呢个，而呢个喺呢度，再用弓箭手射呢棵一样嘅啫。我对面个回合，哇，跌 headset 添啱先，做乜嘢？啱啱头跌 headset， 就冇事。盘根又系咪杀咗个人？好似冇事。扣血啦，系咪啊？系咪有扣血噶？睇冇留意 ，D headset 太紧张。好，射咗七滴，死白孩子，精灵射，咦？精灵射死你，喂喂，咁啊，再叫人啦，冇嘢搞。对面嘅回合，咁我嘅回合，你仲唔死？精灵再一个回合就死啦！好啦，然之后就冇个 pass turn 算啦。又上选咗一滴，好精灵来吧孩子，嘿，跟住就唔够攻，点知？争一滴，唉，喊出嚟，咁都要拖我？又老树盘根又伤我一滴，我回合冇咯 ，pass 枪俾你好吗？对面回合。又老树盘跟我，好对面啊！我回合，好咁啊！精灵就先就射得啦，招啊！哦，哇！搞咁耐终于完啦，又死一龙，唉，450经验值，咁啊啲嘢升爆咗啦，已经。啊！经验值，经验值，死一只龙，啊有佢，800金，三晶石，三矿石，好啦，我好嘢精灵，我同埋我嘅同胞都系受你嘅命令，咁啊攞到五棵树俾我 ，side quest complete， 你个棵俾咁多棵树我冇用喎，满咗咯喎已经。咁、即係我打咗为咗打，我为打而打，冇任何目标。咁我搞埋啲独角兽就完啦。唔係喎，咁就好似咁短嘅。搞埋独角兽做主线啦，如果唔係打太耐的话。我打一铺十几分钟，打场战斗。长到呢。来吧独角兽条友。话说独角兽呢个可能可以打完之后可以招独角，可以用独角兽呢个精英部队。虽然我有龙，我都想睇下其他部队点样样，储 achievement 噶嘛啲人啊。好，我先系啦，我先可以做乜嘢？可以叫呢个弓箭手咯，可以叫精灵咯，但系又唔会烧咗棵树咯。我精灵就弓箭手 link， 精灵咯，再 link。咁长咯，最后起埲墙，即刻个霸气尽失。咁对面回合，做咗个墙，对面都绿色一个，蓝色一个，再起埲墙，哇！再俾个行动点佢，再起多个绿色系嘛？冇啦，咁到我两个弓箭手打咗先。
我咪拎咗强化嘅攻击。你打死一只精英就冇啦，咁长精英。佢仲好回合，我精灵可以叫佢过，叫人先。黄龙啊，烧呢、這个永远手，咁啊红可以起墙，精灵可以起墙。对面嘅回合，咁啊快攞翻咗啲援军点锁定，一叫人就叫多啲啦。佢仲要打爆我棵树。啊！痛苦！啲精英部队全部，啲战旗部队全部死晒。啲龙啊，好彩有得买啫，如果唔系啊，个晶石钱就好似唔紧要，晶石同埋矿石反而有限啊。而家发现，主要都系小心为上。精灵系打唔到独角兽十几攻仲有。咁啊，地面就满血，我都系满血噶。咁啊，大嘢避一避先，再叫嘢。再叫人，红可以打啦。呢度烧两个唔抵，呢度烧一个喺埲墙先再。红都得。对面回合，拎咗绿色。放佢落出嚟，我一隻走同一狼走烂，一系就都得嘅，走烂咯，只狼要走烂咯，狼走绿色呢度咯，蓝色嗰度只狼走烂，不过都过唔到咁长啊，系咪啊？我多疑了，翻嚟只马，只独角兽很伤 ，mana 即刻满咗，我呢个精灵攻击力真系高很多。我回合，回合我排一排呢个龙嘅阵式先。对面嘅回合，断牌只鹿出嚟，咁啊蓝色都有啊嘛，多咗行动点嘅清系连锁啊。咁啊，再排一个弓箭手，再排一只鹿，哇，好强大喎！呢个独角兽阵容，加埋鹿，因为穿刺力，因为有跳跃啦，个鹿啊，独角兽唔知咩啦。咁啊，很多 mana 打中敌人，咁就真系很高攻啦。咁啊，可以打爆呢度先嘅应该。Arrow Storm。削咗一堆啦，之后就咁啊，鹿可以跳墙啊，咁啊，仲有三木听草啊嘛，草都很高攻嘅之后啦，叫叫人先啦，我都蓝色，已经起咗差唔多起咗阵，咁啊，精灵一对变咗墙，精灵二对拎咗，咁但系今次就唔使避难嘅，鹿佢冇鹿冇跳两墙技能嘅话就 OK 啊，跳一墙都杀唔死我。我准备起棵树啊，又棵树最强大嘅真。我哋面目墙都识自己背，一系精灵族。弓箭打唔爆埲墙，打唔爆埲墙。里面再叫人，又起咗只鹿，两个鹿就顶都顶唔住啦，一只鹿就 O K。棵树就算劲都冇咁顶唔到两只精英，一个 champion 顶唔到两只精英。坐都要坐一坐气，35攻，咁就有人 feel 系 feel 数，唔系啊，一个系争 feel 争啲 feel 数，争啲争一个 feel 数，咁我由佢叫人咯，哇！再叫四只熊出嚟，我对面嘅回合。
拎咗两个，哇，咁高攻，突然间都应该都打唔死我只一棵树嘅，我谂，咁啊，精灵攻击先，不过好低 M P 啊，就伤到一滴啫，唔伤很多。咁啊，叫叫人先可以。咁啊，精灵可以走一走，诶、哎，唔系啊，弓箭手，弓箭手走一走先。咁啊，红香就喺呢度咯，对面嘅回合。咁啊，碌打得啦，已经。加一滴先打死嗰棵树，咁嗰棵树得翻一攻都冇乜用啊，其实。好可怜啊，树。咁啊！呢度棵树都被人打爆埋，系咪啊？系咪有棵树啊？我净系诶睇呢个画面，冇睇呢度。咁总之我储气啦。诶，六又储到。我回合。换手，还有三滴。精灵啦，红啦。精灵咯 ，Link， 咁啊对面嘅回合，抽十九，痛到咧，对面起墙。又排很多攻击等式啊！好彩呢个未排到，到下个厅就有烧一个。咁啊，我起一起红呢个顶住绿先，我叫人。好麻烦呢个等式，即系好似又得，好似又唔得咁样。咁啊，冇啦，咁我二隻精灵喺呢度，对面嘅回合，伤到我三滴啊，四百五枪，拎咗只鹿，加埋弓箭手，很高攻哦。我诶，弓箭手，我哋精灵一打高 M P 都伤很多啊，伤十五加，伤二十。咁啊，呢个上面边有埲墙咩？的吗？唔理啦。咁啊，精灵啦，弓箭手啦，你同埋诶，致未射添，诶，直接射死你得啦。咪有墙顶住喎，咁他喺呢度咯，射中一箭，争八滴。我仲有一个 move， 仲有一个 move 可以 move 埋只红喺呢度咯。咁啊，对面嘅回合，咁啊六个人打十三攻就喺八防啊嘛，五攻，我剩翻廿滴血，对面有一百滴血，咁对面再叫人，个角兽出嚟啦又，不过弓箭应该射唔死佢嘅，应该都，哇，储咗个角兽。多收咁嘅意思系咪即系到侧边两个都有啊？呢个攻击力加成定系点样咧？好就七滴，唉，即系争少少次都咁啊！睇下个枪打唔打到先，诶，打到喎、哦！好对面嘅回合，咁独角兽就两个枪，如果佢冇出特殊嘢顶住我嘅弓箭手咧，就 OK 啦。我对面 link 咗呢个蓝色，不过就得翻一滴血，你俾我弓箭手点一掂都死啊你！我蓬招烧，咦精灵打唔爆蓬墙，弓箭手直穿直扣七滴，赢啊！哦，咁啊攞系咪可以俾独角兽我咧？好呢、这个精灵满咗 link 我知嘅系。哇！死咗两，死咗只龙死咗，唔系死咗两棵树，一只啊，一只龙定两只龙，真系痛苦。
156金，两矿石，两水晶，唔见咗，跟住入去，系咪独角兽喺里面咧？真系，系咪会挑机可以又升咧 ？Side quest， 试下啲咩先？我可以买独角兽，咁攞水晶先啦，当然会。水晶哦，矿石哦，独角兽哦，睇先。Defend itself surrounding column with a protection aura， 保护隔离喎，可以。我买一隻啦，我志在储满啲部队啫，只系我志在储满晒所有可以用嘅部队，已经齐咗啦，应该系咪会拣 achievement 俾我咧？应该系咪有 achievement？ 冇啊喂，搵唔到，唔知大家见唔见到个 screen Steam 个画面啦？即系个 flip 嘅程式好奇怪咁，有时就唔知录到边个画面。咁如果大家见到咧，就系、是。冇啊 ，achievement 嘅 ，young hero 咯，即系嗰个一定有嗰个，应该就系、是、个都有嗰个。咁冇噶啦，打主线啦，咁啊打主线一个任务到就结束今日啦，可以。系咪一棵树先都系？买咯买。咁买翻条龙使唔使咧？好似唔使添。嗯。啊，唔系上树顶，诶、哎，再上树顶睇下有冇嘢搞先。树顶，即系树顶嗰条友可能有支线，唔系树顶唔系呢条方向咩？咁啊，呢个系主线，树顶系嗰个方向。咁啊，大家稍一稍等，咁我想上翻树顶，睇嗰条友仲有冇嘢讲，或者可能有嘢俾我都唔定。冇理由咁顺，哇，咁顺风俾我哋搭呢个飞艇落嚟之后就。唔使上翻横，点知唔上咗做支线都系有啊，有支线做啊，咁都系。好啦，行吧，有牌子，好上树。我走走走走走，去上树顶啦咁就。冇箱攞晒，呢度有仲冇嘢搞。多谢你啊，冇啦，咁算咯，走翻落去。系啦，咁啊，浪费大家少少时间，我哋打多个主线好嘛？咁啊，今集都好似上集一样，都系超咗标少少，睇嚟就时间方面，我预就预啊。预就预咁多时间一集，咁就每集都好似有时多有时少，咁就大家唔好介意啦。系咯，咁啊，分班好难分噶嘛，大家都知道。打 boss battle 之前分啦，定系打 boss battle 之后先分一集咧？好难讲嗰啲。咁啊，打完独角兽呢个之后就打多个主线呢边，争啲行错咗。咁啊，龙啊，龙好似都唔齐，龙可以买翻点做？唔系呢边，系啦，龙买唔到，唔够乜嘢啊？齐，净系齐咗冇得买。喂，咁，喂，出现龙系唔齐噶，仲唔够位咩？我要俾唔够钱啊，钱用晒。唔理啦，1200蚊咁贵的嘛。好啦，去打主线任务啊嘛，打埋收机。嚟到啦，会唔会有啲恶魔突然间跳出嚟？啲人咯，要去安全咁过河呢？咁要摆得力，咪啲 lock 即系木咁样啦，系咪？如果咁样，有呢个嘅情况。啲木一定要擺啱啲木 ，must be right 啊！啲右邊先過到係咪咧？啊，個河個線
The dam must have broken 啊！个堤坝烂咗，睇下啲河水暴涨，我哋过唔到。我哋可以用呢啲啊树木整一条路噶嘛，系咪先？我揿呢个就系 below each look restart the puzzle， 唉唔理啦，即系 puzzle 嚟嘅，总之。 冲走咗，做乜嘢 ？restart 系咩话 ？restart 系咩话？死啦 ！restart 系咩啊 ？restart 系咩？死啦！restart 系咩？忘记咗，你睇唔到 ？restart 个掣系乜嘢？不过唔理啦，跟住就揿最长一条线就啱噶啦。 啱喎呢个，咦睇嚟原来冇问题好似，诶冇问题过到啦，过唔到过唔到过唔到，fail， 我揿晒四个俾我 restart， 哦 OK 啦咁，唔系呢个一定要行先啦，睇嚟就系咪啊，等下 block 住呢个啱啊，咁之后就系。 之后个加咩事亦过咗，你咪得咯，过唔到。嗯，三一，你得喎，咁啊二四，你唔得，咪就三一四二唔通，试下先三。 一，哇唔好意思啊呢排病病地，一放假就病，平时唔得闲病一放假就病，呢个咁错，系三一四二咪三一二四，做乜嘢？啊，真系未食饭，精神都冇，快啲解完呢 puzzle 去食饭。三。 一四，咦唔系喎，知啦，呢、這个长呢条系对住呢条路啊，系啊，即系三二一四话系咩啦？三一定行先，因为顶住唔俾人冲走，唔俾短嗰啲冲走，所以呢个行先，然之后就短嗰条，再短嗰条。 再长嗰条就可以搏到呢条路啦，唉，一二三四，你啱啊，总之唔理啦，总之，好啦，你可以过到去啦，啊，我哋有危险啊，你要准备去面对危险喎，即系叫我 safe 啫，我攞埋呢个宝箱 safe 啦，系啦，买个宝箱 safe，Ring of Life。Revive other dead ones per battle. Regen 2% max HP every turn after revive.你死咗就会复活，然之后就俾两 percent 血，每回合俾两 percent 血你。做乜会死？点解要俾两 percent 血我？做乜嘢？唔系死咗咪开 save 重新开始咯？你复活啲乜嘢究竟？ 咁你喺度 save 咗先，最紧要 save 咗 ，save 咗再行前，来不及之。诶，呢度可以买树同埋绿法师，即系下一场战斗可能会用到树同绿法师啫。咁啊，换一换先等我，绿法师满啊嘛，我都系咪啊？九只啱啦，九只够啦。 树，咁再行前啦 ，loading， 即系就开打两只恶魔，捉咗我哋嘅，捉咗我哋人类嘅王子嗰类嘢啦，哇，好多人守住咯，我嚟到啦，我哋跟住我哋嘅，我最恐怖嘅。 预言就实现咗呢个
我哋嘅 hunting camp， 我哋嘅狩猎营俾人俾恶魔霸占咗。好啦，咁就今集系咁多，咁啊大家我得啦，咁就系咁多，我系 Wing Cow， 咁就今日系咁多，我哋下次再见，系啦，咁啊欲知后事如何，请看后嘅分解啊嘛，系咪先？下铺对决恶魔，梗系休息下先，我哋食个饭先好嘛，系啦，咁啊系，咁啦，下次再见咯，拜拜。